以自由自在的拍照。OK， 我要来拍美照了。早安。我现在已经换了那个海参的衣服了。今天就是我们要去富国岛跨年，谢谢美胸公司。走耶，走耶，走耶！看一下，耶耶！我最喜欢的小朋友，他是老板的儿子。你今年要跟我跨年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我跟你说，老板人超好，老板还准备餐车带你去看。超可爱的，然后还有表演，还有表演看。当然啊，其实你老板生日哦。对啊。啊，他人呢？他人还没到。周星总是最晚到的。新年快乐，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吃那个，吃那个蛋糕。好，到了大家最爱的开箱房间环节，期待一下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塞，而且我刚刚一进饭店啊，就觉得这里香香的。然后饭店里面还有赌场可以去赌，哦，还有全身镜，太赞了！哇，欸，很干净哎，非常的明亮。我喜欢这种的，就是干净舒服。哦，看一下外面的视野。哦，可以看到对面的，对面有阿多啊。看是谁来啦，谁来啦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因为我要送礼物给你们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哇，那你把它拆开来看看。这是因为我们要玩那个水，所以就是你们可以带去水箱哦。水箱。楼上就可以了。百香果，耶，好可爱哦！百香果，哎，这样看过去啊，真的很像在那种威尼斯的感觉。早安，今天要去那个动物园，然后还有珍珠港，准备出发，耶！来到动物园了。然后我们第一站呢，要先去看动物表演。这个票呢是先早上动物园，然后下午是
珍珠乐园，好像听说是越南版的迪士尼，然后绝对不能弄掉这一张卡片，很重要。走，赶快去跟表演。你知道我都不敢随便问那个狮子妈妈在哪哎、欸？真的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都会讲三音两声音。现在这边是那个动物园里面的长颈鹿餐厅，然后。你只要来这边就可以喂长颈鹿，可是听说因为他已经吃饱了，好轻哦，没有食物吸引他，只有菜，只有食物。午餐时间，噔噔，我们全部餐点都是各来一份，然后根本不知道有谁要吃这样子，对，好的。哎，看一下我脚啊，当女生多辛苦啊。脚太痛了啦，所以我只能用湿纸巾啊。可以用卫生棉吗？啊，林丹，我觉得他要喷你了。啊！没有，哎，没有，哎，他喜欢。刚刚狗吗？刚刚狗在叫吗？什么狗在叫的声音啊？在那叫什么？越南版的迪士尼。好像在那个欧洲的感觉，我还没有玩过里面，不知道会长什么样，去玩。我们现在要去水族馆里面看表演。因为现在都很少人，所以根本不用排队，然后你也不用买那个快速通关。狂欢吧，然后一直等到12点，12点我们要跨年啦！第一次在富国岛跨年，好开心哦！耶！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岛，这个手是居哥手吗？这里居哥的手啊，居哥手怎么在这？有一个荡秋千，好玩吗？好玩呀！哇，你们在玩沙哦，玻璃！哇！到了景点都是免费的，你看这里还有，然后直接张不开眼睛啊。
块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被压扁的爱心，爱心上面长草啊，所以来这边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拍照。OK， 我要来拍美照了。接下来准备要换到第二间的房间了。哦，我们住的是 Villa。开箱我们的房间，哇塞，超漂亮的哎！超级美！哇，哇塞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是一个大客厅，然后泳池、餐厅、冰箱，看一下冰箱有什么。哦，里面已经有啤酒嘞！走上去，走上去，哇！有个大浴缸，哦，还有个镜子，看别间，两张单人床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哦，但是这间就没有浴缸了，睡个午觉，晚点再去吃饭跟跨年。好，在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到达的同时呢，待会呢我们即将一连串的活动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浮前苦苦求大气见面。很好哦，待会歌曲的动感越来越重，请你全身跟着抖动。感觉他超会跳的，好强哦！而且跟 MV 一模一样，手语也很强哦，也会跳哎，妹妹也很厉害哎，怎么每一首都跑不倒你们？加油，继续吧！哎，还剩 Q， 机会这里有嘞有嘞有啊，一边蛇嘞蛇嘞蛇啊，一边蛇嘞蛇嘞蛇。我们感谢这个 Yumi， 好，特别准备这么好的一个，从2024年开始，我们继续越来越好，带着更多的家人，更多身边的伙伴，可以让大家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幸福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今天我们要尽情的 happy， 谢谢大家。芝麻，准备要真正的跨年了。缆车下来就是来到一个乐园，它有分水乐园跟陆地乐园，然后陆地乐园呢它有两个游乐设施，一个是，但它这个是比较 peace 的，然后慢慢的，接下来我要去玩刺激的，这个我要玩这个，耶，好美哦，超美的，快点帮王林拍，不然他要生气了。
的时候，有的人可能肚子饿或者想要自由活动。那刚刚我们一群人在这边欣赏着这个绚烂的烟火，这么绚丽的烟火，而且在这么浪漫的夜晚，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。而我们也有一大群人啊，正在便利超商里面啊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喝，哎，真的超美的，没来的明年要再来。我这么用心的安排，没想到就只有十几个人捧场我，但至少补充一下，明天有想看烟火的，早上九点半龙王庙看看有没有放喽。没有，不会，不会，好，不会，好，我会在饭店里睡觉。好，我来总结一下这几天的行程。第一天呢，我们是去那个富国岛大世界不夜城，就是你一进去之后很像来到威尼斯啊意大利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在那个园区啊，就是打造成就是欧风的小镇，所以你就是随便拍都很好看。大概九点多的时候会有一个水舞秀，所以在那边也可以看表演。第一天我们住的饭店是富国岛的温德姆至尊饭店，然后它里面就有商城啊，还有赌场，还有健身房、游泳池。我们晚餐是在那边吃自助餐啦，然后大概一个人一天2000多块吧。然后再来，我们第二天的行程是去珍珠乐园、动物园，然后还有水族馆，然后还有陆上的乐园跟水上的乐园。嗯，谁？谁？怎么样？外送吗？不被拿外送是不是？我刚刚在讲说，我们那个第二天我们去珍珠岛，然后有那个长颈鹿，有珍珠美人鱼呀、啊。哦，而且一定要去看那个秀啊，那个秀很棒、啊。水舞秀啊，水舞秀啊。然后第三天我们是去那个跳岛玩那个浮潜，但我们没有玩。对对对，对，我们只有拍照、欸。可是你们想玩的话可以去玩。我们看超多烟火的、欸。我们看超多烟火，但是今天是最屌的。然后晚上就最精彩，就是一定要去地中海小镇。没错、哦，超漂亮，超漂亮。那个夕阳啊，真的是无限好，超美，随便拍，随便漂亮。所以这次呢，是因为1月1号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烟火跟那个灯光秀特别美 ，super 漂亮。我们这间饭店还没讲，这间好像一个人大概3000多块而已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又便宜，又大又有泳池，然后又有客厅，所以超伟哥就是包机、包住、包吃、包蹦迪，然后包小孩。啊，你现在是没用蹦迪。因为今天没有要有，有蹦起来，蹦起来！我也有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我打刚弄在蹦，没有，我打刚弄在蹦，有没有？有，有吧？你有吧？我对不起，我太真材实料。再走开，出去啥也没出去，你后面。我在这段会剪掉啊。出声不要吵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就送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觉得？送我们用过的蹦迪，抽蹦迪，抽蹦迪，好不好？在底下留言。2024年新年快乐，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拜拜。分享也要分享，分享起来，分享会发财，分享会发财哦。按摩澡堂哦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